我们的周副局长，我们的陈副总，还有我们最辛苦的徐处长，还有我们云嘉南所有的好伙伴，还有我们方一峰议员、陈坤和议员、蔡淑秋议员、谢财旺议员的秘书，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好伙伴、好朋友，今天真正有卡落啦吼，但是嘞，这就是咱台湾的热情吼。尤其每一次我们的一箭双雕，我一定都会来参加，因为过去的一箭双雕哈，我们的岩雕是在七股，那沙雕是在马沙沟，那马沙沟是将军，七股是岩雕，将军跟七股吼，哎，我是爸爸将军人，妈妈是七股人，你看，所以我想那一点点嘛是一箭双雕啊吼，所以才有我啊吼，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最圆满，然后最充满爱的地方。那这一次因为马沙沟刚招标出去，所以那嘛是一箭双雕，可是我们这一次的沙雕改变了，变成是光雕，就在我们的游客中心。所以一样我们这种传统一箭双雕，只要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可以让所有全国各地的好朋友都能够来到我们的七股，来到我们南极的所在，来欣赏着咱上好的活动，甲咱上水的这个岩雕设计吼，我相信是咱台湾的天后。所以我们都希望说，刚刚我们周副局长一直有在强调，其实安心旅游，安心旅游这非常重要。而且李佳龙部长也一直很强调，就是说点线面的串联。我相信这个部分是我们如何把观光带到一个更好一个方向跟目标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要让人老下来大下来在这吃头要讲欢喜，就是要点线面串联。所以我相信这个区块我们要再加强，我们要再努力。那今天我们的活动也祝福我们的开幕整个过程圆满成功，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您，谢谢。哇，对我们这片土地真的感情很深哦，一箭双雕，有这样子深的渊源哦。今天把这样的趣味的小故事跟现场朋友来分享。